永安泰国三十秒开心写真，真系冇谂过泰国系咁多姿多彩噶，去到边我都几乎唔舍得走。香港嘅领队同泰国分社嘅导游又咁亲切细心，萨瓦迪卡都系佢哋教我噶。加埋永安独有嘅海鲜火锅自助晚餐，真系想再去多次啊！永安旅游，一生服务你。